我吧，暂时在农村种地这两年，然后也不可能一直在农村，我家也不算他大农村的，就是镇里镇街边子啥的。然后以后结婚了有孩子了，肯定要去城里，孩子上学啥的，肯定在市里上学，肯定要买楼啥。他们两个的这个回答，你感觉？我问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有我自己的想法，因为考虑到说是孩子的教育方面，我是考虑到这些。姑娘上场的时候选择的意中人，姑娘要不要看看？看看哈，来看一下姑娘上场的时候选择的意中人，当时她心里怦然一动的这个人是谁？刘明明，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流程啊，人家过来了，站到这儿了，完你就开始往这儿窜，你说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举动呢？大家说这举动应该是啥？